的新闻现场，我是林桂英。明仔是拜五，嘛是旧历的闰九月初八。根据这通讯记载，明仔在位有讲在东南方，好时是下晡的一点到三点哦。下节这时间开工，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，咱做回来关心。妇女票是选战当中未当看轻的力量哦。这国民党中华馆长候选人林聪敏就来提出这五大的妇幼福利政策，包括一乡镇一公托哦，妇女生育每一天2万块，鼓励妇女就业哦，每个月提供这5000块的这份补贴等五大这政策哦。国民党就这女性立委嘛，拢专工来替林聪敏徛台加油。婆婆妈妈做一做过，也够阿妈抱孙来参加馆长候选人林聪明发表妇女政策的活动。林聪明指出，彰化县130万人口，妇女占63万多人。彰化县政府已经成立全国第一个妇女福利和性别平等科政府组织，加上真侪妇女福利政策，拢显示彰化县目前是妇女朋友的幸福城市。要延续好的政策，搁再加强，才会来推出12345女人真幸福的政见。公立的托儿所不用啊，就免费啊。私立呢，每年两期，就2万啊，就一年4万，让他们事事都如意的哈。那另外呢，我们第五呢，就是妇女就业啊，如果在失业的时候，我们每个月补助5000。然后呢，让他考照。体好的政策背书，身为妇女，更加了解妇女的需要。关于会议顶下担任的太太马专庭来响应。身为彰化的媳妇哦，可以看到彰化有这些补助，那每一胎补助2万，生双胞胎补助5万，就是对于新婚的妈的人妻，就在于生育上哦，他会有一定的信心。然后在4岁的小朋友，他可以有托儿所可以照顾。林聪明强调，这个政策会当帮助妇女朋友，唔免因为婚姻和家庭的压力来放弃追求幸福的机会，提供女性朋友在婚前展现自我的舞台，婚后勇敢实现梦想的快乐幸福城市。大专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。即届有咱北彰化地区乡镇长选战上届竞争的选区和美镇哦，镇长候选人郭德胜是公开支持为民国，表示未来镇工作甲县政府将会是一体哦，落实即个政见照顾即和美镇民的承诺。另外，郭德胜嘛来学习即郭文铁的做法，公开竞选的项目接受检验。专业支持三好为民国，专业支持三好郭德胜。河美镇长候选人郭德胜表示，因为疼惜河美，认同为民国的政见，所以宣布支持为民国，更加希望未来镇公所甲县府连线，落实照顾镇民的承诺。啊，我爱惜这个土地，我爱惜河美，啊，所以呢，以这个啊为民国先生所提啊这个。痛痛三三三孝顺三六九啊，这政策啊，我认为讲，我有一认同。未来的县政府啊，甲咱镇政互相的啊来配合。郭德胜再次强调，清白参选，而且参照柯文哲的做法，公开竞选的项目，接受镇民的检验。参选的吼，啊，这上是面试吼，开始的面试。啊，公开出来安尼吼。啊，我啊，即届选举是清清白白，绝对无废票，校风真清楚。我希望讲啊，咱跩啊参选的诶，每一个人咧，我期待伊讲同款来公布伊的即、這个啊校风，互大家民众了解。河美是彰化县第三大票村，河美三强竞争激烈。郭德胜大动作表态支持为民国，展现参选必胜的决心，更加为镇长甲县长选前投下震撼的效应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河美采访报道。
宗教活动的消息，一年前分享到这新加坡万天府的林竹天后，10月31日讲要回来后头厝哦。这台湾侯姓宫嘛特别率领信徒前往桃园的国际机场来接驾，进行为期5天的参香活动。老老烈烈新加坡万天府的天上圣庙，在咧大批信徒的拥护之下，来到台湾进行13间妈祖庙的结缘参香。众人点化三鞠躬的一鞠躬，感恩，感恩，再鞠躬，感恩，感恩，三鞠躬，感恩，万天妈咪。台湾侯姓宫100年对外头一届分享到新加坡的琉璃林竹天后，花甲甲组120多名来自新加坡的信徒，将来台湾进行5天的参香活动。11月7日下晡2点到5点，万天府卖准备10000块的新加坡灵格啊，经过林竹天后加持，分送予参香的信徒。来等下咱玻璃庙来甲组进香，啊因伫。因的活动是伫咧10月30日到11月3日，尤其伫咱11月1日迄天，伫咱江滨会做平安绕境，迄天下晡还佫会分发10000块的新加坡的迄个硬币，会予咱的妈祖来加持，来分送来咱大家信徒。分享妈祖金身，嘛甲传统木雕工法无共款，规身是由琉璃拓拉去打造的。东港暗时，嘛伫咧侯姓宫的广场举办祈福暗会，邀请仰光师来团拜，祈求平安顺利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。西洋的万圣节就伫咧10月31日，秀水乡一间幼儿园就特别提前规划这系列活动，请家长替小朋友来做趣味的打扮，到卫生所、公所来游街讨糖啊。